今天我们学习钻石型花样，有点像钻石，有点也是蜂窝型的啊。这款花型毛衣、马甲、羊毛衫都可以用的一个花型，一束花这里12针，花与花的间隔3针，你编织起来像一束花15针，然后绘制一组花以后循环编织也是可以的，单独用2-3组花做一件毛衣前片或者袖子也是可以。学会花样以后，你灵活应用花样，可以全部是花样，也可以在毛衣的一部分放这种花样。把花样学会，到主页里面去看其他款的神品教程。神品教程你绘制一款以后，可以用不同的花样来编织很多款毛衣。好，下面我们讲解这一款像一束花的钻石一束花的编织方法。好，绕一圈过来，这里把这按住，然后折一针下针，第一针就起好了。其他针都是像循环这样一个方法起针，不要拉紧。好，爬绳起好以后，先第一排我们先来排花。编针，然后我们把线绕到前面来，是3针的反针。好，把线绕到后面去，4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。丝好4针下针以后，这里有反针，这边是不是花型针，这里平针这位置要是花型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第二针挑在前面来，第一针挑到后面，然后这样把它交叉位置。好，交叉好以后，我们丝下针。好，这里把第一针和第二针的交换位置，从后面挑出第二针。好，按出第一针，不要让它划线，从前面挑出第一针，然后用它来交叉位置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扭的第一个钻石孔已经扭好了，然后呢，再织4个下针。好，这里一对称，两边对称，这边有3针的反针。好，第一行我们就排好了。第二行的编织，不管你是绢织还是片织，你就跟着织，它是下针的，你是下针，它是上针，你是上针。第二行都非常的简单。好，是反针的，我们是反针。跟着它，你上一行的花型跟着它织就好了。好，下针呢，我们是下针，第二行编织。好，织完第二行，第三行。好，反针这个位置我们继续织反针。好，这里第三行我们织2针下针，这位置是2针下针。然后呢，这里我们要是钻石花型，我们把第二针和第一针来交叉位置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，这样来交换，交叉位置好以后织下针。到这里我们第一针和第二针要交叉位置，大家注意啊，这里大家跟不上可以暂停视频。好，现在是第一针要在上面，第二针下面。好，这样来交换位置。好，交换好以后我们织下针。这里的花型主要是交叉位置，其实都是织下针编织。好，现在要把第二针和第一针来交换位置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。然后这里第二针在下面，第一针在上面，再继续来交换。好，交换好以后是下针，
好，两边有两针下针，这里一定要记住，这里一二两针下针，这边一样的，一二两针下针，然后中间的八针现在都来扭动了啊，都扭动了，中间八针了。好，反针这个位置继续织反针，这里是第三行的编织方法。好，把第四行下针的位置不变，跟着针，我这里不再讲解啊，大家跟着这样织就可以了。好，到第六行，这里是第五行啊，第五行编织。好，反针，好，这里第五行编织，这里两针要交换位置，把第二针放在上面，第一针放下面。好，交换好以后织下针，现在这一针和这一针来交换位置。好，现在第一针在上面，第二针在下面。好，这一针和这一针来交换位置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。好，这一针和这针来交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交叉位置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，它是很有规律的，大家看到这个蜂窝孔了没有，很有规律的啊。好，这里第二针在下面，第一针在上面。好，然后我们织上针三针，第五行，第五行织好以后，第六行编织跟织过来。好，到第七行，好，第七行我们这一针和这一针要来交换位置。然后这针和这针的交换位置，这里又成了一个孔。好，这里和这里继续。看，继续。好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。我们这里已经是算是的中间部分啊，中间位置。好，大家来看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懂花型了。现在一个孔，然后呢两个孔，中间最大的地方一二三，三个孔，看顺直，看这个位置，看大面积。现在我们知道一个，你看两个，然后一二三，三个，然后再往上织，这里是两个，这里是一个，然后就继续找到循环点，就继续往上织，对吧？织完这样的一个整个转直型的一个蜂窝，你就懂往下怎么去织了。好，反针的地方我们织反针。好，这行织完七行，然后第八行整行跟织过来。好，第九行，大家看一次没有会的，看你多干织平两色，然后是以拿针和线跟我这样先织一束花啊、嗯，先学织一束花。好，到这里是两针，我们要织下针，不再扭针了啊，直接织下针。然后这里两针和交换位置，第二针在下面，第一针在上面。好，织下针，然后
第二声在上面，第一声在下面，来交换位置。好，第二针下面，第一声在上面。看，继续。好，这里两针是下针，记住这里两针是下针，这边的两针也要是下针，不再扭针啊。好，反针编织。好，反面跟织一行过来。好，第十一行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是四针的下针，然后我们这里扭了一个孔，然后把第二针在下面，第一针在上面。这里的十一行有点像我们织的十一行有点像我们织的第一行一样。好，这里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。好，这里一样的四针下针。好，三针反针。好，第十一行织完以后，第十二行，十二行我们跟织过来。现在一个花型就织好了，十二行，十二针，十二行一组花。现在我们接着织，往上织就织第二组花，第二个花，第二个花的这里的第一行和这里的第一行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就找到它的循环点。好，我们来讲解一下这里跟着往上织怎么织。我只织一百，大家再继续看这一行我怎么织往上织，和这里就是一样的啊。第十三行和第一行的织法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再来讲解一次。三针反针，四针下针，好，那是用把第二针在上面，第一针在下面。好，第二针在下面，第一针在上面，这样来交叉位置。好，交叉好以后是下针，所以和我们第一行的编织方法一样的。拿线和针这样跟着我慢慢这样往下织，慢慢学会了一组花型，整件毛衣都会织了。好，看往下织，循环又从这里第三行往下这样织，整个花型就成型了。这样一个漂亮的花型，大家还有不懂的不理解的，你就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，织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型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